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Des。哎，这一次的这个《龙族英雄》的合作卡斯的超市真的是太香了，太吸引人了。现在又存够了一百颗龙石。哎，其实之前我自己也是有稍微在做了一个石丑啊。不过成绩当然是非常的不行，石抽，然后只有中最后一个黑甲面的赛亚人，然后在这边的话，这样子算起来，我已经就多的已经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十抽了，然后按照统计学，第70抽我们应该是要中大奖的。我都在你看到有人告诉我，只要70抽。按照几率统计学来说，70抽就一定会抽到大奖啊，就有机会啦，除非特别衰。哇，所以这就是我要来抽我的第70抽了，然后就当然是十字剑王神跟这个魔神托瓦来做这个封面，希望能有一点好运啊。看一下统计学的威力啊，能不能在第70抽的时候可以确确实实的把这只美基豆给抽回来。美基豆哇，真的是不错。然后这一只布罗利的话，我之前好像真的是太小看它了，想不到必杀技发动时攻防再提升，这个被动，这样子描述的被动是这么强悍的。哇，他的攻击力实际打出来的话，会比这只美基豆还要高。在那个同样是开55%或者就是满前解的情况下，他的攻击力都会高过这只美基豆。哇，真的是太过意外了。他很吃辅助，很吃辅助。只要有辅助在的情况下，把他的基础数值拉上去过后，然后必杀技一发动，打出来的那个加成会更加的夸张。OK， 不过不管那个了，这一轮就是要来，我准备了100龙石了，来稍微就播一下，希望这个统计学能够救救我。OK， 来，首先就来个实抽了 ，Let's go， 感谢的，お願いします。Super Saiyan 4 Vegito。哦，克林跟18号。好嘞的，我来了，机会有，爆两次玻璃了，最好了，哈哈，没有就一次，这个的话啊，看来统计学也不是那么的，果然激励的就是激励啊，这个应该是第四张了，10、5、6、5天。哦，不过这个卡池我实在是想不到我自己就是会这么一次丢进去。马吉，最后一张了吧？啊，又是你这个！不要再来啦，暗黑假面王！哇靠！我已经放弃了下一个限定卡机了，这个波杰克卡池我已经放弃它了。就是为了抽到超市美基豆，希望多一只新的超市啊！好痛苦这样子。最后的50颗龙石，也不知道能抽到什么啊！这个真的是抽不到的话，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好嘛、啊。算了，80抽给他看怎么样就这样了。斗龙子来一只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哇，又是18号跟克林，看到他们我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事。上一轮我第一轮抽前50抽的时候也是克林跟18号一起出来，希望可以变红神啊。克林跟这个18号一起出来好像也是中这个暗黑假面王，我玩到就还真的是触他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，会吐血。2、8、3、16号，解王神4、5，哇，不会这样水吧？又是保底罢了。6、7，哇靠，这个应该是保底罢了啦，没办法了。8、9，哈哈，10，
OK， 哇，最好最后最后给我刷了多一只超市出来，这样子的话我的队伍还比较漂亮一点。哇，真的是头痛哦，这样子这样子，这个抽卡力我今天看到朋友抽都可以单抽出三只或四只这样子的 SSR， 看我到自己抽的时候就是全部单抽保底，非常的无奈啊。不过至少有一只布罗利啦，这样我的大原之力已经算是满足四只了，还好至少有给我抽回来啊，多一只新的超市。算了，那只北极豆我也就应该大概率不会再去拼它了啦，太痛苦了，这个真的是太痛苦了，没办法。OK， 那么这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马达呢。